也吃点。今天是不是去拘留所？对，去见我的当事人何川。哎，这个案子啊挺有意思的。那个爆炸案吧？嗯，你们预审的时候就应该让我参加。刑警法规定了。给。真诱人呢、啊。规定是规定，不过目前国人素质根本达不到，行贿受贿串供。嗯，对，无端的给你们破案增加了难度，给公安局找麻烦。你不是挺明白的吗？哎，不过啊，这是大势所趋，早晚的事儿。嗯，咖啡留着给你喝吧啊，谢谢你啊，小范啊，我先走了。昨天我又去了工地，可是没有找到新的证据。可我真是冤枉的呀！我怎么可能炸死杨副总指挥呢？你真是……你不要着急好吗？你说你没有炸死人，可是你已经承认了是你把雷管放在了工棚门口。哎，那是我一时忘了，我糊涂了，我忘了拿了。谁能证明呢？我到了工地以后，听到了全是你跟杨副总吵架的事情，还说你们俩吵得不亦乐乎。还对着骂娘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作为高级工程师，这么难听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。其实啊，这个杨副总指挥他根本不懂得爆破，他是趁着这个总指挥去市里开会，自作主张把原来的27个爆破点他改成了21个。哎，你想抢进度，哎，这我能理解，可是你不能不考虑实际问题啊。那段是水城演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当你爆破学的学生。你再想想，谁能证明你把雷管忘在了工棚了？那有什么用啊？我到时候有人说我是有意放在那儿的，这事儿我全完了，全完了我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？你再好好想想好吗？当时有好多人出来看。我的助手林亚飞，他过来劝架，他把我劝到屋外，还把我送到我的工棚里休息。哦，对了，林亚飞能证明我把雷管忘在那儿了。林亚飞？对。对不起，你是林亚飞吗？是啊。我是何川的辩护律师。哦，请进吧。请坐，丁丁，叫阿姨。阿姨，你叫什么？我叫丁丁。多大了？5岁了，又这么大了，玩什么呢？哎，刚有个男的打电话给你啊，挺急的。我问他什么事儿，他也不说。我让他过会儿再打给你。谢了啊。又发车。喂，哦，是王阿姨啊。啊，这一证发现完了，又让海淀分局给扣了。这次什么事儿啊？昨儿那份笔录呢？他怎么又去弄这盗版光碟了？上次的事全忘了呀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王阿姨，海淀分局我不熟，没有认识人。这事儿我实在帮不了您，那先这样吧，阿姨，我这刚上班，特别忙啊，再见。等着挨骂吧。李亚飞，我不想太耽误你的时间，我只是想问问，那天你有没有听见何川和杨副总吵架？
你有没有看见何川忘了把旅馆拿走？你把何川送回宿舍以后，他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之后你又去了哪儿？你今天是不是有点像在审问啊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是律师，所以我想，何老师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原来是何工的学生，他会判刑吗？现在还没有开庭，起诉书上写的是故意伤害，而且致死人命。那他会判死刑吗？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死缓。对于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那天我听见何公和杨副总在吵架，我出来一看，工棚外面围了很多人，都是工人。我当时想，两个领导这么吵，太没有水平了，我就去劝架。我把何公拉开，我没有看见工棚门口有没有雷管，当时根本顾不上看脚底下。这么说，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屋里到底有没有雷管？这一点很重要吗？起诉书上写的是何川故意把雷管放在了杨副总的门外之后引爆，可是何川跟我说，从傍晚吵架起，雷管就一直在杨副总的房间里，而且呢他一直就没有动过。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。我当然知道，可是我来不及看脚底下呀。儿子，来让爸亲一下。乐明，这是娜律师，啊，他来了解何老师的情况。你好。你好。何老师可是一个好人呐，他除了脾气急一点，但是对工作那可是没得说，对我们亚飞还有他的学生都特别好。亚飞，这些你都跟律师说了吗？都说过了。但是光说人品如何，对于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意义，关键是证据。行，龙一凡，哎，老爷子来了，兰子来了吗？在里边呢。兰子，老爷子来了。老爷子，大老陈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有点急事啊。来，爸。啊，兰子，那个快帮着我打个电话，给那个管片派出所，就说我老纪有事找他们。哎。别着急，来，先喝杯热茶。不着急还行，那都耽误事儿了，这就。咱对门那强子，这下闯了大祸了。这强子领着几个孩子在那个街口踢球呢，一脚把那个球给踢飞了。这时候正有一个外国车停在那儿，这球就一落下来呀，就把人车给砸了吧？那能算大事吗？把人给砸了，这球整落在这个我杨家的这个脑门上，当场就把他给砸晕了。这个洋人可不是一般的洋人啊，那是大使馆的二秘，当场就让那个街道派出所把强子给扣了。行，回头我给派出所打个电话。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？王所长还行，我们俩同班同学。小周，进来。行，老爷子来了，你们两个跑一趟西郊快速通道。爸，我这有案子了。那我走，你们忙吧。走，老爷子。想着让大哥给我个打电话。快走吧你。你俩跑一趟六里沟地下通道，那儿发一具男尸，你俩去看看。你好。进来，电话。喂，我是。我是赵北风。赵北风？哎呦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？我有事儿，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现在马上要出去，有什么事儿电话里说不行吗？是我女儿甜甜的事儿，还是面谈吧。今天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也说不准，晚上你回来护我吧。我真的要走了，先这样，再见啊。走吧。刚才打来电话要捞谁呀？没谁。你这么啰嗦，是不是又新结了男朋友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那赵北风可是我们家大恩人，前两年我妈突然心口闷得慌，幸亏了他。当时我要上学，我爸又不在家，他蹬着三轮就给我妈送医院去了，
医生说是突发性心绞疼，要是再耽误一会儿啊，哼。小腿骨折，从嘴里血块看，估计是腹腔打出血，是被车撞死的。死亡时间应该是半夜。靠边靠边，捣什么乱？按的你们破我破。这儿有道血印，尸体是拖过去。刚才听老农说啊，据这半里地六里桥村夜里听到刺耳的刹车声，后来出来看了看，说是辆130，看清颜色了吗？他说他没有啊。车号看清了没有？也没有。车祸在半里地外，这儿肯定是抛尸现场。哎，你们看这衣服，这车肯定装过木材，你们找装木头的车就行了。这事用你管。跟交警队联系，咱们多派人手查附近所有的修理厂，专查130。哎。哎，哥来了！哎，怎么哎，我。哎呦喂，瞧给吓了火神了！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别忙了。这来西瓜，来吃西瓜。哎嘿，好。哥，哎，咱们下站去哪儿啊？小李庄，离这儿啊有5里地。不过。待会儿到村里我就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村里有一婶子，他呀现在让我想办法把他儿子从拘留所里给绑出去。他儿子是占了人家的房基地，还把人家给打伤了。你说我敢把这小子给绑出来吗？咱们这帮亲戚朋友也真是，拿咱们警察当什么呀？前脚把人逮进来了，后脚捅过人情再把人放了，算谁呢？算的是咱们警察。这事你还真别管啊，管多了挨骂。不管也挨骂。啊！赵北峰唬我，看到没有？又是捞人。哎喂，北峰啊，我还忙着呢，等我回去给你打电话吧。我现在郊区办案呢，好吗？哎，我回去我给你打电话吧，先这样啊，拜拜。哎，德总，有了。在东关庄汽修厂，走走。迟到了5分钟啊！你怎么才吃这么点啊？是不是又惦记减肥呢？减什么肥啊？最近的那起爆炸案啊，急得我直上火。你还点什么铁板牛柳？我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冤枉啊！这可是你提议上明月餐厅来的。刚才我是挺饿的，可是啊，我一见他我就不饿了。哎，别光喝冷饮了，越喝越上火。不就是做个辩护吗？你以前做过那么多次被告的辩护律师，也没见你这么着急上火过呀。我一直认为何川没有罪，可是证据又不足，眼看着就要开庭了，我肯定得输。那开庭还早着呢，你就一直不吃饭啊？嗯，就不吃。是谁的车啊？车出事了。不出事保险干成这样？他说撞树上了。没错，撞个木头。你们瞧这儿，没错，是这车。
这到底谁的车啊？我真不知道。你跟我这玩立个扔是吧？他说给我双份工资，下午三点以前取车来。哥，你再去咱去吃饭，把咱这车开远点，别往路边吓跑了。我在这盯着，你们给我带着点吃的来。哎。喂，纳新律师在吗？我就是啊。喂，说话呀。我是林亚飞，我想找你谈谈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去你家。不，不行，我现在在外面，我去你那儿行吗？那这样吧，现在太堵车了，我们找一个离大家都比较近的地方。嗯。纳律师，我跟你说的，你能保证不跟别人说吗？可是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些什么。据我所知，律师有保护别人隐私的规矩。我说的这事儿，只有我知道，我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起过。你得答应我才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何老师的确是冤枉的，我要不说出来，我觉得对不起何老师。我要是说出来，又对不起别人。谁？何老师的妻子。你想哪儿去了？何老师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是怕让我爱人知道我对不起他。你有过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吗？人又不是神。我看过《廊桥遗梦》以后，总是心神不定，觉得自己的生活太简单，太平淡，工地的生活还不如家里更枯燥无味。于是我就和杨副总，你们就哎，快着点吧。哎，凉面麻酱的。哎，好，饿疯了吧？哎，我说这都快三点了，是不是应该来了呀？哎呦，可以呀你。这小子不傻，看见我就跑。傻帽，跑得了和尚跑得了车。行了，总算这大热天没白忙活哈。出事那天，你跟他是不是在一起？那天，他跟何工吵完架，很生气。晚上，我就去那儿安慰他。当时，我在工棚里面，他到门口去倒水。他老是烟不离手，总爱把烟头到处乱扔。
我当时只听见他说了一声雷管，就看见测量架倒下了，我听见轰的一声，我就被旋到工棚的地沟，后来我吓坏了，急忙从沟里回到房间，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说，说他死了。这事儿还有别的人知道吗？没人知道，也不可能让人知道。我有丈夫，有孩子，他也有一个不错的家，但我们真的是很相爱，可我们谁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，我们也痛苦，可一想到离开孩子我们就更痛苦，这也许是报应。李亚飞，这事儿能救何老师，所以我想让你出庭为何老师作证。不，这不行，你答应过我的不告诉任何人。可是你不说何老师就得死，难道你愿意看着你爱的人和你尊敬的人死掉吗？不，我真的不能去。你是本案唯一的证人，所以你必须为本案作证。我要是不去呢？那你也太没有人味了吧。等等，好，我可以让法庭为你保密。亲哥似的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季兰，你要不是当警察，说实话我也不会来找你。你看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肉了呀？哎，丑事儿说不出口啊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快说呀。我女儿甜甜，她一个人在家里练钢琴，让别人给可她才七岁呀。什么时候？上给你打电话之前。你们就一直没报警？我只是想跟你说说，想让你出出主意，我们是报警呢，还是不声张把甜甜送回老家去。不知道你那么忙，一直给你打电话，抱歉了。北风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一天时间过去了，
太晚了，耽误了，你懂吗？你能告诉我什么人干的吗？听甜甜说，是个检修天然气的。那个天然气修理工穿着一身黄色的工作服，个子不高，身上有一股烟味儿。他拎着一只工具箱，工具箱上贴着一只霸王龙。什么样的霸王龙啊？就跟侏罗纪公园里的差不多。哎，没听说过这公园啊。不是公园，是电影。啊，既然有了线索，就赶紧把案子了了。注意，要替当事人严格保密，走路半点风声，就会给孩子造成一辈子恶果。放心吧，老唐，我懂。哟，那律师啊，李亚飞在吗？哦，他到银行取工资去了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你进来等他一会儿。啊，来来来。住了，哎呦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哎呦，好疼啊！啊，真乖，来，阿姨给你玩一个啊，拿着啊，怕不怕疼？不怕，不怕。哎呀，咬住了怎么办？丁丁，出去玩去好吗？啊？哦，没关系的，让他跟我玩吧。那律师，最近你跟亚飞说了些什么啊？是他情绪特别的不好，还动不动要回工地。可是工地也没有什么活啊，是不是你说了什么使亚飞不高兴了？没有啊，其实我只是想让他出庭给何川作证。作证？嗯。他能证明什么呢？我现在全指着他了。这么说吧，何川的命现在全掌握在林亚飞的手上。嚯，我们家亚飞也成人物了，他能够证明不是何老师故意用雷管杀的杨总吗？是的，当时他就在屋子里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当时他们吵架的时候，他在屋子里劝架，应该看见雷管就在屋子里，而不是何老师后放的。这不是跟以前一样吗？这病救不了何老师。不对，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。那律师，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亚飞跟何老师？你想到哪去了？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这样吧，等亚飞回来，你转告他一下，让他找我一趟。好吧。市里布置我们这个月对全市的这个煤气、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灶具进行一次整修，我们登了报，还让居委会对每一个楼的具体的检测时间进行了通知，好让家里留人。我们的工人都带统一的标识牌，穿统一的工作服。你们工作服是米黄色的吗？不不不，是蓝的。带工具箱吗？我们还没那么现代化。哎，你看，我们都在打扮。那个肯定是个冒牌的。喂，哎，是那律师吗？啊，是我啊。我是丁乐民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林亚飞为什么会在杨副总的工棚里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他跟你说点什么？他说，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。你实话告诉我，林亚飞是不是有了外遇？你想到哪去了？不，那律师，我相信你真的告诉我，我保证不难为你。好，我保证你，他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在工地。行，我现在就去工地，把他给你找回来。再见。Thank you.
丁乐明让我来找你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能跟他说什么？他说他都知道了，还逼我说出是不是有外遇。那行，你可把我害苦了。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，我只是跟他说希望你能够出庭作证。算了吧，那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出庭作证，我不会出卖我自己的。好，涉及到个人隐私，我可以让法庭替你保密。保密？你就差拉喇叭在大街上喊了。好，林亚飞，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丁乐明，我向他解释好不好？解释什么？啊？你把我逼得有家不能回，现在追到工地上来。明天，全工地的人都知道我跟杨总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纳欣，你不放过我，我也饶不了你。你跟我急也没有用，到时候我有办法让你上法庭。你给我回来！你想强迫我？我来挽救一个无辜的人。你这是损人利己！你才损人利己！起来，那小姑娘的事儿你搞定了没有啊？没完呢。就算是抓住那个流氓，也不能为甜甜一家洗刷耻辱。尤其是这几年，谁想起来谁心里不难受啊？咱们能做的事儿，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孩子保密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的人啊，都重视隐私权了。喂。喂喂，出事儿了！这个林亚飞简直是疯了，他明明知道真相，可是他就是害怕暴露他与第三者的关系，死活不肯出庭作证。他居然，简直太没有教养了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是学爆破的，你说他能干什么？报警，你得寻求保护。算了，他只是吓唬吓唬我，没事的。这事儿你可不能当儿戏啊！季兰，你还嫌我不乱是不是？我又没对不起他，是他的丈夫对他起了疑心。这事儿你跟他丈夫说了，你还让他出庭作证。哎，你刚才那隐私权怎么一点影都没了？我对天发誓，我对她的丈夫啊，没有说她一个字儿的不是。那心，你觉得这年头还有傻子吗？那心刚才于信斌在先院，你给他回电话。谢谢啊。喂，哎，纳欣啊，我丁乐明啊。嗯，丁乐明啊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你昨天找到林亚飞了吗？我找过他了，可上午他突然来电话说，单位让他去武汉出差，可眼下我又得去天津，你说这不急死我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丁丁手让玩具给咬了。丁丁，疼不疼啊？嗯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嗯。真勇敢，丁丁。哎，你看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只有麻烦你了。没关系的。我从天津回来，马上跟你联系，好吗？嗯。爸爸妈妈不在家，你也走啊？嗯，爸爸去跟外商谈判。我讨厌外商。哦，这不是有娜姨陪你玩吗？你跟爸爸说，除了娜姨好，谁都不好，是不是啊？那阿姨带你去公园玩去，好吗？嗯。啊，哎，我要去公园啊。好啊，你想去哪个公园？跟阿姨说。双溪。
产品是专业公司做的，我们管自己也装不了，安装公司呢不归我们管理。嗯，那这些工人平时有能出去的机会吗？不可能，管理严级了。得找个地方想办法看清他们这儿的每一个人。这不难，食堂。那明天中午你安排。行，注意保密啊。没问题。阿姨，我也想当警察，你看我行吗？当然行了，你现在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啊一定能考上警校的。一会儿再进来的都是装恐龙的工人。你可回来了，这个门锁有点问题。丁丁他不肯睡床，只睡这儿。他刚睡着，睡觉前他哭了半天，说要找你。哎呀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谈判总算谈下来了，合同也签了，和外商那儿一下签了4000万美金，真得感谢你。哪的话，其实是我惹的祸。要是当时我跟林雅飞说清楚一点，他也不会出走了。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我想是他太多心了。我们家雅飞啊，遇到事总是爱钻牛角尖儿。丁丁呢是不听话。他挺听话的，我刚才还写了好多东西呢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有一个电话，我估计是林雅飞打来的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纳新律师，你先别急着走，你坐下。从天津回来的路上，我心里一直在想，我是林亚飞的丈夫，跟他相处的这些年里，我应该最了解他。这两天他一直在躲着我，不是去工地就是出差，就是怕单独和我在一起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当时是和杨副总在一起。我不是想回答我自己，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脑子搞清楚。那你还会帮着我找林亚飞吗？我是他的丈夫，
我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我。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，这当保姆啊可比当律师要难多了。就你这火爆脾气还给人家当保姆，那怎么办呢？谁让我把孩子他妈给吓跑了呢？我呀这是自作自受，认倒霉吧。当初还不是你找人家去，要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。其实我跟她丈夫啊什么都没说。你呀就不应该去找人家丈夫。喂，是我。你还我清白。什么？哎，你听我说。你是个混蛋律师，我炸死你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他又威胁你了？你说，那个林亚飞是不是有神经病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着他了，他老跟我过不去。哎，就算是她丈夫觉得她不对劲儿吧，也不怪我，对不对？矫正不怕斜歪嘛。你呀、啊、下回跟他好好说说，到时候请求法庭保密，他跟杨副总指挥的事儿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他哪容我说啊。哎，你猜他电话里跟我说什么？他说就是因为我害的他，他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不能见人了。如果他不杀了我呀、啊、他死不瞑目。这倒是真有点小题大做了哈。哎，不过你可真得请求保护了。你才小题大做呢，他敢吗？他只是吓唬吓唬我，他不是还有个儿子吗？他做事儿总得考虑考虑后果吧。可是万一……我跟你说，没什么万一的。哎，我最不喜欢就是你们警察这一套了。一会儿吧，觉得他是受害者；一会儿呢，又觉得他是嫌疑人。你还是赶紧睡吧啊！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哎，你饿不饿？我还给你留着饭呢。我自己弄吧，快睡吧啊。哎，还是干律师好，没两年就买上车了。你们也不错啊，公安局里什么警车都有，我要是有人给啊，也不自己买车。